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琪琪和月月的玩具。今天和小猪佩奇一起打开两款不一样的糖果贩卖机，一个黄色，一个是红色。那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打开看看吧。看我们这个糖果机呢，这里有一个小杯子，把这个挡板拿下来。这个小杯子呢是可以来回的移动的，但是它不可以拿下来哦。好，那我们把糖果放进去，打开盖子。我们这里呢有三种口味的糖果，看这里有三个格子，外面呢这个是哈密瓜味的，中间的这个是橙子味的，这边呢是汽水味的。好，那我们把糖果按分类装进去吧。看我们糖果有橙色、红色、绿色，还有白色。为了好分类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糖倒在这个小碗里。橙色糖果放在中间这盒里，这个绿色糖呢，也就是哈密瓜味的，放在最右边的这个格里。好了，把盖子盖上，再把这个黄色打开。拿出糖果，这个糖果呢分类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们的这个图案是不一样的。这边呢全是切开的水果。好，开始放糖果。哇，哈密瓜味的糖这个数量太少了。好，糖果摆好了，那小猪佩奇来负责卖这些糖果吧。那小朋友们来猜一猜，哪一个口味的糖果最受欢迎呢？嘿，佩奇，猜一猜是谁来卖糖果呢？哦，原来是熊大呀。你好，佩奇，我想要一些糖果，请问这些糖果都有什么口味的呀？你好，熊大，这里的糖果有哈密瓜味的、橙子味的，还有汽水味的呢。那请问你要什么口味的呢？那我来一个橙子味的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佩奇把杯子推到橙子味糖果这里，然后按一下按钮，看到了吗？糖果出来了。好，熊大吃糖了。哇，这个糖果好脆呀，外面是橙子味的脆皮，里面是清凉的糖粉，不是太甜，吃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佩奇，请问这个糖需要多少钱呀？熊大，这个糖只需要1块钱。呀，糟了，我忘记带钱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这样，佩奇，我今天忘记带钱了，你看我用我的玩具来换你这个糖果怎么样啊？这是一个什么玩具呀？它好可爱呀，这是一个五角星形状的车，看这里有轮子呢。它下面的那个星星呢还可以随意的转动，非常的漂亮。要不要佩奇来试一下呢？跑得太快了，我们让佩奇坐在这里，这样更稳一些，真好玩。看看，哇，熊大，这个玩具太好玩了，我好喜欢呢，谢谢你。你喜欢就好，那佩奇再见啦。快看谁又来卖糖果了，原来是帮帮龙成员维斯。大家好，怪不得速度这么快呢。你好维斯，请问想要什么口味的糖果呢？你好佩奇，我想要一个哈密瓜味的。没问题，请稍等一下吧。那我们就在这个红色的糖果机里面拿糖果，按一下这个按钮。好啦，维斯来吃糖吧。淡淡的甜味儿，淡淡的哈密瓜香味儿，
吃起来舒服极了。佩奇，这里的糖果太好吃了。那请问需要多少钱呢？需要1块钱，维斯。付钱喽，佩奇。谢谢你，维斯，欢迎下次光临。不客气，佩奇，那下次再见喽。忙了一天，佩奇也累了。那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我们哦。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